该溜的啊，老铁们，这就是个纯纯的该溜，回家。你什么时候能听点话？回去，回去，你大爷的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二宝过来，啊，叫下，啊，回去，回去，别关门。哎，好，坐下，坐，坐，别动啊。铁蛋过来了，哎，他知道自己叫铁蛋了，老铁们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好宝啊，回去吧，铁蛋的，回去。万万过来了，铁蛋，那我回去。好，万回去吧，来，吃完了回去。坐下，坐。坐下，小花过来，坐下，这还差不多，是不老铁们啊？这还差不多啊！好了，回去，快点的，回去，回去，坐下，不许动啊！二宝过来，坐，好，回去。回去，好，坐下，坐，好，不许动啊！铁蛋过来，来，铁蛋子过来，来，哎，好啊，你看练一练，铁蛋就知道咋回事了，是不老铁吗？啊，好了，吃完回去吧，啊，走，回，回去，万过来了，坐下，坐。no， 小花，给我滚回去！小花，回去，回去，回你自己笼子，是吧？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怎么样，老铁们啊？这几个还算是比较有素质，是不，老铁们啊？铁蛋可以吧？现在是不是也能听懂了？也能跟着咱们一起了，是不是、啊、铁蛋过来了，过来，铁蛋来，坐下，坐，这嘴怎么有点漏啊，铁蛋子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小花过来了，回你自己笼子去，回去，回你自己笼子，回你自己笼子，小花，回你自己笼子去，回你自己笼子，小花，回你自己笼子，回你自己笼子，二宝把我的门关上，过来，坐下，啊，你就踹他门一脚下去，再踹一脚，二宝。再踹他门一脚，踹，二宝你过来了，坐下来，别动啊，小花你给我回去了，坐下二宝了，坐，不许动，小花回去，回你自己笼子，回你自己笼子，回去小花，二宝坐下，不许动，二宝坐下来，小花我回去，回去。回去，关门去，二宝。好，回笼子，回去吧。啊，二宝，回去吧。最后看你咋出来，小花。越狱呀、啊！二宝，你回去，没让你出来。嗯，越不出来了吧？二宝，坐下，不许出来。坐下，二宝来，坐。越狱啊、哦、这大哥真出来啊，不服不行啊，这出来了你得给点，是不是老铁吧，嗯，好了回去吧，来，小花
那小该溜了啊，老铁们啊，满哪溜的？你瞅瞅，回去。二宝，你揍他一顿行不行？二宝，你揍他一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花花来干他！干他！干他！看了吗？就干二宝去！干他！寻思的不太敢，是不是老铁们？啊，寻思寻思还有点不太敢啊。铁蛋子，你给我回去。二宝，小花都回去了，吃饭了啊！啊，今天得早点领他们吃饭啊！啊，早点领他们吃饭。渴了，小花刚才也渴了，过来找水了。今天一天没着想，来，回去了，起点水啊！领他们吃完饭，我就下播了，老铁们，早点吃，早点下，一会儿我还得回医院。这个时候你去回家，回家吧，二宝回去了。好大哥咋样呢？不行，还是在高烧啊，还是高烧，医院打了三天针了，还是不行。哎，这边一拔针，这边哗哗就开始烧，最高今天又烧到39度多。然后今天开始啊，还得过敏了，身上起红点儿，起红点儿，起了一堆，脸上、手上哪都有。现在不知道啥原因呢。哎呀，愁死了！我媳妇已经3天没咋睡觉了，挺不住了都要。我白天行，我困了眼了，我躺床上我都睡一会儿。我媳妇睡不了，孩子无时无刻的不找。哎，我今天才知道，还有个朋友也看小花直播间啊。那你还有个朋友，他不知道你吗？回笼子，回去，都回去，回去，二宝也回去，回去，二宝。小花，你怎么的？你不是在家里？永远呢？啊？回去了，进去了。都做好了啊，谁屋里动啊？给你们盛点饭吃啊！谁都不许动啊！老铁们啊，一会儿啊，我让他们都在笼子里把饭盛好了之后啊，我喊一二三开吃，是不是？让他们四个一起往外跑，是吧？这画面是不是也挺好玩的啊？完了，留下，不动，谁不许动啊？说话的啊！小花，出来我看看。这一天小花是真是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出来，回去，回去，不许出来啊！回家，小花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说一些想欠揍的。不许动，小花，
谁都别动啊！回去。小花，给我坐下来。忘了回去。坐好了啊！不许出来，不许出来，回去。小花，我回去了。回去，小花，回去，回去，坐下，坐下，不许动啊！快去！铁蛋吃错了，铁蛋，你的饭在那儿呢，在那儿呢。湿毛巾是犀牛。七十拧不太干那种，不会滴水。二宝狗粮少，水太多啊。对，二宝的狗粮是没有之前啊喂的多的时候多啊。铁蛋儿这么大，流感我也得了，头疼，老吐，老难受，好多人都得。哎，就跟你说，医院那小孩都快满了，老怎么人特别多。二宝自制力都不像狗的了，是不是？说实话，他们几个除了小花，自制力都行的，是不是？好大哥不上学是走生病，就是上学的时候生的病吗？幼儿急诊不是啊，现在不知道呢啊，不知道呢。明天啊，明天让大夫说上皮肤科看啊，看看怎么回事，然后明天再拍个肺片。啊，看看是肺都发炎了，我天，你脸上小放血，夜里孩子憋不住啊！我明天早上啊，一会儿我给他们遛完之后，再遛一遛。我明天早上应该是得起早回来啊，六七点钟我就得回来啊，因为啥？我得赶在孩子检查之前回来遛他们一遍，遛完了之后，然后我再回去给孩子去检查。没事啊，我憋着。现在咋的你知道吗？天不热，天不热了啊，他们现在对水分消耗的少啊，所以说为了让他们多喝点水吧，往锁栏里头稍微多放了一点。二宝锁盆里面你放一盆水，一白天他也不喝，一口都不喝。我说的是好大哥没上学的时候会有精神病，嗯呢。没上学的时候其实还好啊，基本上没去过就医院。自从上了学以后，基本上月月都得生一啥病，每个月都得生一回病啊。那小孩可乖了，小花没大的憋的时间长啊，其实一样啊。二宝干啥呢？二宝在抢万万的吃啊，万万也不吱声走了。小白姐估计老心疼。小白姐看二宝这样应该老心疼。上幼儿园上火，也不光上火的事啊，他接触的菌群他也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幼儿园里面孩子也多，他们班就20多个孩子，整个幼儿园将近得有100多个孩子。每个孩子家长啊，是不是啊？每天接触多少人，就是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。那有一个孩子得病，可能这一个班里就得倒一半。真就是这么回事了，对吧？奶茶，我儿子都拉不下。当小姨的心疼，是不是？老铁们，说实话啊，看着他们，我，怎么说呢？不服哟。不能因为心疼啊，就过度的让他们吃的太多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你给二宝再盛一份，他也能吃进去；万万再盛一碗，他也能吃进去。那刚才他们所有这些狗狗，再盛一遍，刚才这些都能吃进去，而且吃完还是把盆都给你舔得干干净净，对不对？关键你盛完这些之后，他明天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的，
啊，今天吃饱一顿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他以后健健康康的，比啥都强。我说对的，老弟。大叔他会什么了？大叔呀，大叔会多了啊，回笼子。大叔回去来，回笼子去，回你自己笼子。铁蛋回你自己笼子，回去，回去，铁蛋来，铁蛋来，回你自己笼子。哎，看到了吧？这会了。大侄平时不咋生病，回来上幼儿园病了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姐夫啊，好了，先他妈出去溜一圈去。回来，铁蛋，上人家去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上大哥家。真听话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老铁们啊，就咱家这些狗啊，但凡有一个不听话的，我都得给它单独玩放。二宝，二宝回来了，过来了，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来，二宝，二宝，二宝，看到了吗？三声之内必保出来。就他们不管在哪儿了，对吧？我一喊他们马上回来。啊，看他们都走了，是不是？二宝吧，小花都走了吧？啊。二宝回来了，看到了吗？来了吧，万万回来，小花过来了，小花过来，小花过来，看到吗？老铁们来了吧，小花过来，小花，这小花不给我面子，老铁们啊，那怎么完了？你必须得有这个力度，老铁们是不是？咱们才敢给他不拴绳，才给他们放出来。要不然早闯祸了。二宝回来了，二宝过来，二宝过来，过来了，上人来了，二宝过来，好，把摸摸来，过来，抱抱我，哎，好宝，玩去吧，叫大顺回来，大顺能回来。铁蛋呢？过来来，铁蛋回来回来回来，铁蛋过来来，铁蛋过来来，过来，是不是？你看他不也过来了吗？老铁们，他只不过不像二宝爸他们跑着过来啊，人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公狗嘛，他稳当，老铁们，是不是啊？他公狗他就是稳当啊。白天让史蒂芬补觉啊，你跟史蒂芬倒班，主要孩子晚上都找妈妈，不是？我儿子现在是白天晚上都找他妈，都找他妈啊，没招了。现在我在旁边就是给他打打替班，啊，就我媳妇想上厕所啊，这边一出门，这边开始叫，就开始找他妈。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吧，他这更依赖妈妈了。我等没平常我给他买个饭，买个药，啊，然后就打打下手，打个水了。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反正干点这活，不是小母狗更稳了吗？一般都是公狗稳当的啊，狗的跟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一般都是公狗稳当一点。二宝宝回来了，二宝，爸爸回来。
我是不是捡吃的没有啊？我觉得史蒂芬，我觉得摸着他就行，我不是怕，觉得没有，这个我懂了。哎呀，咋整？好了，老铁们，我下播了啊！我一会儿给他们关起来之后，我直接回医院了啊！大家伙早点休息吧啊！非常抱歉啊，今天就不办个事啊，等到过两天孩子好了啊，咱们再多播一会儿啊，播一个小时大底儿，行吗，老铁们啊？感谢大家啊！没看够的，咱们明天我要是没有啥特殊事的话，明天还正常啊，那少播一会儿啊！感谢大家啊！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拜拜。想办法让我姐睡一会儿，嗯呐，啊，我回去，要不是我晚上我得去陪着嘛，是不是啊？我要是能帮看一会儿，让她睡一会儿，是不是能好一点？好了，家人们，拜拜拜拜啊！我回去照顾孩子。